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做的是一个银耳汤，然后还有一个韩式的一个小甜品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怎么做。首先，我们这个银耳是在昨天晚上刚泡发一晚上，然后把它这个撕成扔小块儿，等会儿放入锅中。将银耳倒入锅中，将锅中加入大枣、将这个枣撕开之后，这样更容易入味儿，它甜味儿更容易释放出来。然后加入冰糖，这里没有冰糖，只有糖块，所以加入的是糖块。好的，然后关上，将这个功能设在主轴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这样一个韩式小甜饼，我们打开包装看看里边，这个包装其实里边的东西是失败了。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些独立包装，首先呢，是一个小超小袋的一个酵母，对，然后这是一个面粉，然后这是甜饼的里边的一些糖馅儿。我们现在开始做。热水。好，首先180毫升的温水吧。对，温水，然后加4克的这个酵母。对，然后加这个296克的面粉面放在一起，然后和成面团。哎，为什么打开？调一下。有没有密集恐惧症的感觉？小慢进。然后加入孜然面粉。这面呢，有点发黄，好像像是玉米的，或者是不像是单纯的这种面。先怀疑水多了。这就是一个错误示范。你首先的话，就应该加入少量水，把酵母融化掉之后，然后加入面。然后不断的边搅拌边加水，一直导致这面变成一个这个。那他这种示范基本上就已经示范成了一个糊糊。这怎么办？这是我们大家喜闻乐见的翻车现象。那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嘛？把这包也打开吧，我们今天多做一期，好吧？可以。这就是本身准备做一份的玉米，但是呢，由于突发事情做成两份，现在害怕的是两这份两份也不够怎么办？就可能出现更大的失误。不要这么讲，好吧，要对我有信心。然后再把第二包的这个酵母，要是也不够怎么办？水还多怎么加办？面粉。哎呀，好惨的我。
水真的太多了，这可怎么整啊？刚刚倒水的时候，他还跟我说说是不是不大够？完蛋了，这熟不成面团儿。咱们不会未来一个周天天都要吃这种小甜饼吧？你看，我老婆说她未来一周要吃小甜饼。好像还可以，你看一下怎么样？嗯，可以。你也没太没有原则了吧？这样就可以。倒吗？你别倒那么多，真的。好像不是很可以。跟我跟视频上学的不太一样。你不要担心，我们今天会吃上饭的。用一个 UP 主的自我修养，一个美食 UP 主最后饿死了。我们要不要拿一点自己的面粉？你先倒，不够的话我们再加上自己的面粉。完蛋了！够了。从最开始的时候你就应该跟我说面水太多了嘛。我对于这种烘焙这个不是很在行，我是中华小当家。这也属于中华小当家之一。那你确实应该需要面粉。但基本上成了一定就行了。你知道高级的还是你要是发松懒是吧？我哪知道啊，是你要给你递进的。嗯，沾到手上了。稍微加一点，我先洗。看不到吗？再搅搅看，先放一边吧，备用。量是可以能吃一口。哎，说得好。我们下个周的所有的午餐都是带小甜饼了。嗯，挑战一周吃甜饼。还是不大够是吧？我是不是得用手了？对，你这没听说过揉面用筷子的。揉面最后应该是把手上的面都揉到面里面，这个。哇，你听上去你很有经验的。三个净，好像是把面粉揉净，把那个不这个盛气的这个外边这个粘的里边粘的面也揉净，然后把手上面揉进去。再给你加点高筋。啊，不用不用。你不还不是？你往边上点啊，对。这个面就是软。是吗？低筋的就是蓬松。一般你要弄成正常面粉，你要把高筋和低筋都进行混合。啊，现在这个情况是面之大，一个盆装不下。可以。嗯。还得再加点面。你再等等吧，先揉揉看看吧。我应该称一称水的重量的，我怎么就自己这么盲目的自信呢？
家里面吗？好像是不是得再加点？做这个面类的这个食品，又有好像就你怎么做的也应该比馒头好吃。这话说的有点太早。还有面粉吗？再来点面粉，弄我手上。我再给你弄点高筋。不，不要，就这个好了。低筋的有点发软，你知道吗？吃个饼好费劲。不行，我们就先喝点银耳汤。感觉现在这个面是比较正常的。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。你这不是上烤箱吗？不用啊，我们在那个锅里面。它可以用烤箱吗？可以用烤箱吗？你看看说明书。我们要不要再加一点自己的酵母啊？嗯，跑到现在已经没法加了。哦，现在好像有点面团的样子，你快看。嗯。本期的这个视频的标题叫做“两小时吃韩国甜面”。这个行，这样。看来可以啊。但由于加了太多低筋，导致这个面是有点黏。跟人低筋有什么关系？低筋就是本身不舒服。应该可以了，不用再加点面了，够了。我觉得它最后那个镜都是人手是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弄出来的。你就不断的加面，最后它干肯定会蹭的。你觉得是这样吗？哎，我觉得刚刚还挺好的，怎么现在又糟糕起来？可以把它放在这儿醒一会儿，醒放一会儿，然后再揉一下就行。好，好像是醒五分钟吧，看看上面写的是。好像从我开始揉到现在也过了五分钟。我的
静置放五分钟。好，那就结束了，拜拜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刚蘸的面粉、面团，静置，然后让它发酵。好，我们这个面已经发差不多了，现在可以进行下一步。比较松软。嗯。它现在太好了，我都不舍得动它。这是不是还得倒点面？可以吧？看着呗。要面吗？多少？倒一点点就好。我们这成本太贵了。可以吗？好。为什么贵？自己还要往里配好多面。而且这个还有可能失败，一旦失败的话呢，最后弄点面，弄点油。你这就是从，这就是面包和那个和馒头的区别。哇，变得太漂亮了。面包就是因为一揉一揉揉进了奶油，那揉进了油什么的，黄油。可以。太好了。好，我们来给个特写。噔噔噔噔噔。对，叫。看，这揉的就是非常光滑了。好，可以进行下一步了。是。下一步呢，我们要把它分成很多份小块。首先呢，我们拿一把刀出来。我感觉我这个不是一个成功的这个教学案例。没事，大家从你这儿吸取的什么教训也是可以，也是教学，只是教训的学习。噔噔噔，先把它分成一半吧。我也拿啊。咱们一人一半，你确定你要做？嗯。你要放烤箱里啊？嗯。那这半给你了。嗯，你先做吧。不给你放这里哈。那你等会儿盛出来东西放哪？啊？我待会儿放，哦，忘记了。嗯。我建议你做的时候就把它做一个大饼，你还做小饼？我当然要做小饼了。有理想有抱负的，放这个盘子里，待会儿我就把这个面在这个盘子放这个。可是你会有很多饼放不下。可是你不是要参与进来吗？你要干嘛？我不会揉啊。不是，那你这样有什么自信说做什么油皮？这是你从哪听到的话？你这不是这块就给我的吗？啊？刚刚不是这么说的。啊，那这块给你吧。嗯。有点不大好。把这个倒掉吧，我不想要这个面，有点不大。然后就把它就是分成八个小块。揪一个小块出来，差不多这样。再给我盛上倒点油好吗？有点粘面。
的有点大小不一。这个板子，你说哪个是正反？这个东西应该在反面吧？嗯、哦，把它好好刷一下。嗯，感觉我们俩回头做包子能行吗？嗯。我觉得主要是它的面粉有问题。加了一点花生碎，然后还有肉桂。嗯，对。吃法和英国人口味很像。是吗？我还加了肉。我感觉韩国人也很喜欢。对，我就说这个韩国人。因为我觉得英国人不是特别喜欢吃肉桂，美国人特别喜欢吃肉桂。但是你的那个。你在美国不吃肉桂的话，你所有东西都要强调跟他讲说，我不要肉桂。否则所有东西都会加肉桂，是吧？嗯，之前我那个舍友啊，他就不吃肉桂的东西，他就要每次都要跟人讲问有没有肉桂。哎，万圣节的时候不是吧？那个什么节的？是万圣节。不是，我说他吃那个。两个月之前吃那个面包里边也有肉桂。复活节。复活节的时候也有。哦。
他们那个叫万圣节要做那个南瓜的那个。南瓜那个。对，南瓜那个蛋糕就加肉桂要加很多。可是好像是个圆的。为什么在笑？没笑。啊！第一个完成。你包馅了？哦。那个要干嘛？那个先不会出事了。你把它使劲再洗洗。洗了，拿热水烫了一下。你要干嘛？放这个什么擀面杆。国内面不一样，就是说他这个没有办法包饺子包包子，我们得去中超买点饺子面回来。我看那个韩超也有卖饺子面。不行啊，你还没面。因为你那水没呀，把它擦干了它。对。其实我觉得呢，这个面漂亮或者丑不太所谓的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它还是特粘手，兄弟。我还比较有包子的天赋。嗯。大家好，我们这边就要开始动用我们菠萝包的那个这个食材。你要做什么？菠萝包的那个皮儿，类似于那种皮儿似的。你要干嘛？面粉、黄油加上油，把它弄出一个酥皮儿。你这样就不公平了，你加黄油，你就跟我不是公平竞争哎。从来都不是公平。你这是你也有啊，你可以用啊，没有人限制你，这不能。可是我都快弄完了，你上哪去弄黄油啊？那就是，就看你了，你有可能你单独用这个面粉，就能做很好吃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嗯。你不能在那个地方，我待会要用锅来煎饼。好的。那你要限料吗？要。我啥为什么不要限？我们公平一点，你就不要馅料，我不要黄油嘛，好吗？你不要面粉吧？我就没有用面粉啊。啊，这样，就将这个揉在一起。哇，你加那么大一块黄油啊！我们等会儿还会再加面粉，没关系，不会浪费。天哪，你黄油先拿出来画画就好了，你这样压也不知道压到什么时候呢。我再看一包。这面粉好粘啊。啊。当然了，我告诉过你了，它很粘的。要不要给你手上倒点油啊，这样就不行了。黄油就用不上去了。哦。那我为什么要倒橄榄油进去？我应该不太好用。你没想到。是。我就说你这个人不好嘛，不公平竞争。噔噔噔噔噔。确实应该先用微波炉化一下。对啊，要不然你现在弄它很难能够是。成块。你要把它画一下就。而且它这个东西很粘板的。哦，你失败了。你不粘吗？我不粘啊。为什么？噔噔噔。这叫做技术，这是哪能随便传授给你？要不这些先让我烤箱吧。啊？
怎么了？你这个人耍赖耍的太快了，我都反应不过来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这些先上？但好像这烤箱不用等，你那个煎是麻烦一些。我这边弄酥皮，直接给你挂在上面。你酥皮呢，还要做很久才能做出来。不需要，直接把它揉进去就行了。你那像一坨便便。怎么样？可以，再给。哪个做好了？都没有做好。现在几点了？我们12点之前得出发呢。银耳汤都快熬好了，哪个做好我给你放上去。都是做好的，你烤箱也没有预热，你到底想干嘛？预热。那我们比较把这个油酥。你这个还要不要？我敷面膜吧。你只弄两个啊，你不要浪费我太多了。你就把这都给你放上。什么？把这都放上。啊，不要！我要现在要煎我的呢，我先煎一个吃嘛，我们早饭没得吃了。等你烤，都要烤到什么时候？你先煎几个吧。我要等一会儿，我先先加油之类的。你要煎几个？我煎两三个吧，我们先够我们吃，好不好？煎俩，我把剩下的上烤箱，然后再做下一个。啊，好吧。要想这些鸭到死了，我要一个个弄啊。你就把我们烤盘拿出来吧，烤完回来再房间。锡箔纸泼上就不行了。啊，也行。将馅料和油酥可以包里边，来是一个这种。把油酥当馅料包在里面。对，这样它又是一种新型的面包。这个留给你好了，我可不吃。不是我瞧不起你。Thank you.
看看这个非常成功的面。快来照照我的这个。你先等我弄完这个，等会儿再给你拍剩下。看看现在超美的。美。这就是我存在的价值。哇！听见熟了吗？熟了。我们这就是有歪歪星星专利的。什么星星专利？哪个是星星专利啊？这个？这些都是星星。这些都是星星专利啊！哇，好厉害啊！剩下的面都做熟、嗯、不好意思啊，好，好，我们让人充满信心的做饭视频，上上架，这时候我们打满火15分钟，大概15分钟样子。哇，这边不会糊了吧？嗯，你可以重新看。好，我们是烤箱版的土鸡丸条。好，我们甜炒饼出锅。好，出锅，这样一个甜烧饼就制成了。这是我的版本。好，这是制作甜饼的这个步骤。又香又甜的甜烧饼，感觉像武大郎卖烧饼。
好，下面呢，我们锅中倒油，上锅进行煎制第二个版本。我们等一会儿，最后会进行一个测评，让大家来看一看到底哪个烧饼更好吃。锅中放油之后，把饼放入锅中，浸在油中。哇，我觉得这个美食博主人品不太行。这样的话，将这个面团充分吃油。哇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已经不是什么好不好吃的问题，而是人品的问题了。你刚才加了那么多黄油呢，我这顶你刚刚黄油的量。你看这个，现在面皮上面已经产生一些疙瘩。哇，这是我刚刚压的，好吧。有些人为了赢不择手段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个，我们这个炸这个烧饼的时候一定要充分加油，这样的话才好吃。最后不会再落脚到加油不健康的那个地方吧？我们用的是橄榄油，非常健康的。对，橄榄油。所以的话，你可以多加一点，基本上倒半瓶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人真的是好过分了。这样我们的这个烧饼出锅了，你可以看到这个烧饼外边是那种烤焦的样子，就像烧烤的那种焦的。非常好吃，素质三连，我跟你讲。烤焦，这种烤焦酱特别好吃，就是我当然我们不考虑它的健康以及致癌的因素，但是非常好吃。毕竟人活一辈子，吃几个烧饼，为烧饼而死也值得。现在警报声音响。你看，弥漫了全世界，刚才都是警报声。那你为什么不开抽油烟机啊？好的，油炸版的烧饼、甜饼也完成了。那大家对这两款的烧饼更喜欢哪款呢？第一款是烘焙的，加上芝麻的。加上黄油的黄油油酥芝麻烧饼。第二款呢是橄榄油油炸甜烧饼。第二款，请在评论中回复一和二，告诉我是一号烧饼获胜呢，还是二号烧饼获胜。又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呆呆地站在镜子前，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，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。爸，我再来一遍吧，再来一遍。对不起大家，我再来一遍。啊！要不然还是跳起来吧，亲爱的朋友们。来了，老弟。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。回到教室座位前后，故意讨你温柔的骂。黑板上排列组合，你舍得解开吗？谁与谁坐，他又爱着他。银耳莲子羹，好像只有银耳甜枣羹。